高雄前进区万兴宫有277年历史，被列为十大观光景点。如今全新打造的财神殿，选在周末假日举行开光大典，现场挤满信众，要抢先一睹殿内的精致装潢。除了有全台首创的金纸贩卖机，在壁堵上的金龙更是由匠师精心打造，活灵活现，成为一大亮点。去壁堵上的金龙，整个金光闪闪，超有气势。接下来重头戏开光典礼正式开始，揭开红色布条进行金龙点睛仪式，完成后更加活灵活现，殿内的五路财神也陆续就定位。整座神殿金碧辉煌，闪闪发亮，就位在高雄前进区的万兴宫，拥有将近277年的历史。如今新建全新的财神殿，涌进不少信徒前来共享盛举。跟一般的财神庙是不太一样的，财神的加持下，看能不能说哦让经济好一点这样。庙前广场挤满人潮，除了抢先一睹殿内精致装潢，还有加码设立这台贩卖机，更吸睛。全台首创钱币一头金纸祈愿卡，一秒到手超方便。另外还有凤梨铜制功德箱，悬吊式玻璃门、 Q 版门神，突破框架，结合现代，每一个地方都细节满满。公司的这个财神殿真少啊，所以吼叫阮爱用着这安上京过旦拜拜，不是好野的庙，但是呢，安的建设吼。相当的规模，被列为十大观光景点。庙前阶梯绘制的彩龙线珠，甚至是高达6米的清水祖师佛像，都成为拍照打卡热点。这回精心打造这座独立财神殿，更成为庙宇一大亮点。记者陈淑邓明告诉报道。